还不错，刚刚好。这边的这个扣要拍一下。特写，不是那个吧？下面那个，下面，对。这扣子应该它也有配码哦，一整条。可以转过来，一个特写，把它弄完耶。好，可以了。我是想拍人分拍扣。是这个点，等下线让它勾住。快勾啊！站着干嘛？拍好了没啊？好了，那你还要？抓呢？你抓你的。对呀、啊，你抓你的呀，你就不光。把我给拍了，不然我会。哦，哎呀，你肯定要拍进去了，没办法，谁叫你这么勤劳勇敢。谁勾的扣子啊？确实，这个人家没装过，确实不懂装。装过一般不会装的，确实。他说装错了，他怀疑，就是上次他们买的防滑链过去嘛，然后他们说他们肯定装错了。不怎么装，纯系比较复杂。那要剪，要不要剪掉？剪了，等一下不好。不能在上面剪，剩一块剪吗？
完成。好啦。换气跟打气那个，你要跟他说轮胎要换气。